少一半的营业额有啦，客人都不敢外地的都不敢来的啊，对啊，看林场都没有人啊，所以林场没有人，这边你会不会受到影响？对啊，停车场也没有车子啊，都没有车子啊，对啊，原本平日今天白天也是车子蛮多的，对对对，连路上车子都很少啊，但是今天就突然是整个就被清空了，可能大家刚疫情刚爆发，大家会怕。